这年轻人。好了，兄弟们啊，老板在 4S 店门口啊，不知道去哪个 4S 店啊，路虎、保时捷、捷豹、奥迪、奔驰、宝马啊，都可以。啊，属性的话，速度是爆的，速度爆了三，八十级速度国标是三啊，速度国标是三啊，然后伤害是爆了一啊，爆了三点速度，一点伤害啊，八十级超级简易，这个戒指拉出来没有别的感受，就是板正啊，底下那个速度十要换成伤害十，我操啊，直接换飞机吧啊。保时捷能看吗？保时捷能看，保时捷有一款产品叫马坎。还有个保时捷的一个718，那个车是理财神器，二手车跟新车一个价，新车买不到得排队啊。四超级简易四伤害那肯定啊没有价格，超级简易四伤害的，因为伤害跟速度的区别在于哪儿呢？伤害跟速度的区别在于伤害它加行为时，每打一段行为时它比速度啊多一点，速度是三，伤害是四。所以说打了八段行为时呢，在十点的那个伤害换成速度以外的话还会多一点点属性，另外对不对，大家肯定追求极限伤害，然后在别的装备上寻求加速度啊，零式能加伤害就加伤害，不过三伤一速也已经是天花板了，无敌啊。